Good morning, dear passengers. Welcome to Xi’an bus line 20. The coming stop is Nanhuan Taoyuan Lukou. Please prepare to get off the bus. Remember to take your belongings with you. Thank you. 我叫丁荣军，是西安公交304-27路驾驶员。我今年53岁，从事公交行业11年了。从30年前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是全英语，那个时候英语基础相当好，在我们同学中前几名吧，一直没忘，一直在断断续续在运用着。祝大家新年快乐，欢欢优业土洋。一般就是赞免，然后就是换成一些景点的介绍服务。在平时还有哪些服务？过春节呀，给大家祝福。今天下雨，请大家注意脚下安全。老师给他们预想给大卫啊，给聊Bilingual service along the way， thank you。我每天上班只要有时间我就背背单词，主要是在那有道词典上。李老师发过来的东西，我还在上面要查一下。核对一下，然后把那个融会贯通掌握，变成自己的东西，跟着社会前进，我不停地更新着我的服务版本。